我想了，这一次上新人。不行，我不同意。你看你怎么老不同意呢？那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对吧？第一次发生的人多了，那么多老兵，你看看你手里的件，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参加发射任务？咱论资历，论经验，论临场处置。我的吕征同志啊，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剑走偏锋，有的时候是可以一击致命，也可能真的是一击致命啊，自己的命。看什么看啊？啊，手里没活啊？干活。真是的，一天。你就是踢过足球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完成最后绝杀的，往往都是刚上场不久的板凳队员，对吧？哎、可是，这是发射导弹，跟踢足球能一样吗？你别忘了，按你说的，那些板凳队员个顶个都是高手，那板凳队员也需要有深度，也需要有厚度啊。哎，那你说，他们啊不能成为首发是为什么？不把握呗。你看，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技战术的安排？行了，别跟我说这个啊！我是一个小二十年的球迷，二十年足球我懂，我都懂。咱俩现在探讨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这件事儿关乎到270旅的颜面，这时候老将最稳妥。你看，老将是不是都累了呀？那少替补啊！我先声明啊。夏卓、欧阳俊在我眼里可不算替补。按照你的足球逻辑，这些人是进不了大名单的，不用考虑。你看，吕征，你我心里都清楚，首发四个人：郎有成、陈浩峰、侯继东、杨万金。现在就杨万金能用，那咱们就以杨万金同志为基础，再搭仨人。哪怕，我说的是哪怕啊，哪怕你让林安邦顶替驾驶的位置，我都没意见。人家展示过技术了，没问题呀。可欧阳俊、夏卓，好而不到，易子梦更不用说了，那是早晚要进文艺青年兵小分队的艺术家，我压根儿没指望他参加发声。哎，说完了吗？说完了，请反驳。这样啊，咱们呢，搞一次民主集中怎么样？太好了，我就不相信咱战士连那么多老兵能把这么重要的一次机会啊让给一群生瓜蛋子。哎呀，我跟你讲啊，我呀，就欣赏你这种盲目的自信。行了啊，我的指导员同志，你说，咱们成立战刃连的目的是什么？人人能驾驶。人人懂通讯，人人能发射，人人都可以成为策发控，对吧？各专业搞得如火如荼，哎，咱们不能走以前的老路。行了，就按你说的办，民主集中。老吕啊，这么宝贵的机会，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它不就是大风刮来的吗？不生气，不生气。不跟你闹了，开会。不用开会啊，这样，我呢，全程广播。行。大家注意一下，我是吕征，讲一下，从现在开始，截止到后天中午12点，我们战士连将执行第一次导弹发射任务。也是咱们270旅第100枚导弹发射的任务，在这里呢，我不过多的强调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发射权来之不易，我也不在这里多说。现在呢，咱们民主一下，请各个驾驶号手投出你庄严神圣的一票，选出各自岗位你们认为最优秀的人，选出的每一个人。将代表咱们战士连的理念，成败在各位的手上。来来来，投票了。来来来，休息休息。安邦，来帮忙，投票了。
哎。挺好，嘿嘿，我这一看呢啊，大部分人都投自己，嘿，挺好挺好啊。这个呢，不是叫见好事就上，哎，这是对自己有自信，好事啊啊！你看看，这也是别得意，挺好挺好。来，给我看看谁票最高。哎，夏卓，夏卓，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你咋也不同意啊？你看，我说过呀，咱们要重点培养，且是那种能够在部队长期干下去的人，哦，对吧？这个夏卓呢，今年干完，哎，人就离开部队，回到大学了。哎呀，这么好的机会哟，可惜喽，可惜了了。不是，老吕啊，嗯，这怎么又可惜了呢？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看看，我同不同意有什么用啊？啊，这叫民意，对吧？既然呢，咱们公开投票了，就要公平公正的把这个结果呀公布出去。不是，夏卓，啊，有那个一票没得的吗？有啊。谁呀？艺术家呀。哼，就这不意外。嗯，你看啊，现在。嗯，代机库的和家里的票，这个名单一汇总啊，啊，这四个人名列前茅，除去这个陈浩峰啊，侯继东，嗯，过度疲劳属于替补，数完名单，还有多少时间？15个小时。又要进待机库了，对，15个小时之后就要发射了，我得过去保障。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呢？一直不都是这样吗？随时拉动，随时发射。战人连连部和待机库的距离是最近的，所以往返都是家常便饭了。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下东西。哎，黄医生，那个您去待机库获得批准了吗？我会想办法的。谁让他来的啊？他说他有基地的命令。基地的命令？他来这里是做心理咨询和数据采集的。这里是阵地啊，他不能来这儿。人家拎着行李在门口等着呢。你去告诉他啊，他的阵地在战人连的营区啊，我们这马上导弹就要发射了，没有人，没有时间陪他做心理游戏。就这么说呀？哎，小刘啊，这个话呢，肯定不能像我这么说啊。你呢，可以稍微表达的，委婉一点，好吧？啊，连长，嗯，委婉点是什么样啊？这就是你带的兵是吧？请继续指导。你啊，把我刚才说的话跟他复述一遍，音量上啊，在我的基础上，哎，降2个8度，好吧？把温柔度，哎，在我的基础上呢，提升2个8度，明白了吧？好，去吧。是，连长指导员再见。刚
高手啊，我敢打赌他没听懂。哼，那也是你带的兵，你是连长。你说这个时候啊，来这么一个人，这不是国乱吗？哼。黄同志，连长。吕连长是不是说，我的阵地在战刃连的营区，而这里是待机库重地，马上就要发射了，闲人免进。是。军械电话借我用一下。您跟我来。报告，杨连长，根据刚刚卫星提供的消息，距离我方待机库11公里的九连环山路出现持续性山体滑坡，目前没有其他水文检测的数据。行，知道了。是。九连环，又是九连环，山体滑坡。老吕啊，等演习结束，这条路必须加装围栏，加强落实防护网，不能再让咱们的车进出山，看山神爷的脸色。要拓宽得炸山，哎，这是大工程，回头再说吧。首先啊，先保障好这次的导弹发射任务。可现在就是不确定发射位置。你看啊，最好呢就是出了待机库，哎，马上就打。哎，要是远一点呢，就到3号地，直线距离22公里啊。如果夜间发射就更好了，白天的时候呢，咱们的窗口期稍微短了点。3号地。可要是在3号地的话，九连环是必经之路。必经之路。哎。报告。进。哎呦，黄文同志啊。黄文医生，你这个电话呀，行，哎，真行。我呢，心平气和地跟你讲，哎，你说要是换作平时，我们不忙的时候，你说什么心理分析、数据采集，你什么时候来，我们肯定全力以赴配合你。你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忙，可是这个节骨眼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导弹实弹发射、发射、发射了。上次。上次是你啊，这一次吧也是你。你说你就不能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把这次发射给他完成了，你再来吗？我这么跟你说，这一次对我们特别重要，对我们连也特别重要，甚至对我们旅都特别重要。百发百中啊，这是我们旅第100次导弹发射，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你……啊，行行行行，我不说了，好吧？啊，你听懂了吗？这个当我啥都没说啊！再见。我的天哪！哎，行行行，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聊聊。黄文同志，别介意，他这人就这样，火大。来，请坐。我就不坐了，我就是想简单跟您说几句，汇报一下我此行来的目的，以及最详细的数据采集方式。一会儿呢，我会找一个最隐蔽的地方，保证让你们都看不见我。我知道你们接下来会有多忙。我帮你。不好意思，你看，这个是咱们火箭军总医院自主研发的战地手环。除了最基本的生命体征以外，它还会采集心率和血氧含量两个数据。来，我帮你。你看，手环的数据采集方式。已经通过了保密审核。现在我需要拿到所有参战人员最详细的体征报告，以便于我们后期研发心理干预系统。咱们火箭军真是越来越注重细节了。好，黄文同志，既然您是基地领导批准你来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我马上安排人分发下去。好。您看您在哪方便？
卫生员值班室吧，好歹我也是个医生。连长，真行。梁老师，梁老师，哎，您过来啦？这情况不太好啊。乡里边一早上打电话让我过去，说了一下现在这么个情况，这个东边西边的山全都滑坡了，把路全都堵上了，这底下车根本上不来啊，全镇子现在都紧急撤离呢。还有。就咱们那基站那个电线什么也都受到破坏，通讯全中断了。我是说呢，这手机也没信号，是吧？那影响大吗？这种事咱没法预判呢，他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啊。不行啊，这孩子性命要紧啊，咱不能赌这概率，咱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得躲起来。那咱们去哪儿啊？乡里边建议咱们去西村，这西村路太远了，也不好走啊。你就万一咱走一半，这赶上滑坡怎么整？去部队吧，部队安全。可是我听说部队都移防了。不啊，接管人早就过来了。你咋知道啊？崔小泉公。哎，那算了算了，咱不管他那事儿了，咱就赶快。你告诉小璇啊，嘱咐孩子们，一个人就拿一件东西，多了不许拿啊。剩下拿不了东西，完了我开车回来再取来。行，你告诉小霞准备开车。行，我这过去啊。别着急啊。啊。怎么，张世斌？哎，刚才那车不是拉最后一批人走了吗？你咋回来了？你不在食堂做饭，你跑这儿来干嘛？哎，我倒是想去，这不是实弹发射吗？全连现在都是战备补给。哦，所以咱们炊事班也就留守了。哎，哎，不是，我问你话呢，你咋回来了呢？你知道，一个人一票不得，是个多余的，是什么感受吗？啊？
慢点，慢点啊！好，哎，没事儿，爸，你放心吧，我对这儿入手。回头再跟你算账。我就是送货的时候走过这儿，我没走过这儿，其实。胡说八道，那是两个道儿。你送货的时候能走这儿啊？哎呀，懒得跟你说。对不起，这里禁止入内。你好，同志，我呀，我是咱们附近那个一清小学的校长，我叫赵毅。这不赶上山体滑坡吗？我担心孩子在学校危险，我就想带着孩子到咱们部队上避一避。你看这个情况。不好意思，校长，您能不能让你们分管的上级给我们旅里打个电话？接到命令，我就能放行。这我理解，我理解，咱们部队有纪律。可是你知道山体滑坡把咱的电缆线都砸坏了，这手机一天都没信号了。对呀，对呀，跟乡里边联系不上啊，尤其这黑灯瞎火，我找谁去啊？我呀，我原来也是当兵的，就在咱们二炮，我当的是工程兵。你看这特殊情况，咱能不能通融通融啊？这校长，我能看出来您当过兵，您刚才那个军礼比我还标准呢。哎呀，但是你也知道，没有命令，我实在没法放行。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别走。我先联系上级，如果联系不上，我只能越级请示了。哎，你这个同志，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我们像特务吗？我们拉着一车孩子呢，还能窃取你的情报呀？胡说八道！我的班长，那个穿黄大衣的，我同学，叶子茂，梁诺，孩子们慢点吃啊，别着急。校长，哎，我们这次临时开火，我这肉啊都没来得及化，然后我去超市把剩下这批自嗨锅都给他们拿过来了，有肉有营养，还好吧，多丰盛啊！孩子们，好吃不好吃啊？好吃，好吃，谢谢叔叔呀，谢谢。哎，别客气啊，大伙慢点吃。好。哎，您慢吃啊。哎哎哎，净给你们添麻烦。哎呀，您别客气。真没想到能在这遇上你。我们知道你在这儿，还去学校找过你。啊，是夏卓和林云邦，我们一起去的。他们俩呢？进代机库了。代机库？哎，怎么跟你解释呢？就是很神秘的地方，是我们火箭军的战场。那你怎么没去啊？我这不是留下来搞创作啊？对，留下来搞创作，这不是马上部队有演出了吗？我写了一首歌，那种发射导弹的事儿啊，也用不上我，不去也行，没事儿。越说胖你还越穿。我这是感动，
感动你还记着我会唱歌。那当然啊，谁让咱俩是好朋友啊。各位同学，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们大学生参军代表易子梦为大家带来一首吉他弹唱，由我校女子合唱团和声伴奏。好，好，好，好。我是易子梦。我今天突然不想唱歌了。不唱歌他干嘛呀？我有话要说。我不想当兵，我怕我一走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就再也不能跟他说了，因为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也要毕业了。有一句话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跟他说，明天我即将踏上征途，成为一名士兵，我将在这两年里我见不到他，有可能是永远见不到他，有可能这辈子我也见不到他。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话说出来。杨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很久了。小卓，这事儿全是怪易梦，啊，这小子藏身，那我都没看出来。但是咱们三年的感情，那也不能一直都两不粗吧？要不，你给他个台阶？啊？给了，说好了，我跟他说下去。夏卓说他原谅你了啊，刚和我说的，咱们有多少日日夜夜啊，那都是兄弟情深，是不是？第五排，要不待会儿靠过道那个，站起来那个，给我坐回去。让人一个急刹车你就冲出去了。
脑袋后脑上还长眼睛啊。走了，冷，小心。路途比较遥远，保障啊也比较困难，又赶上饭点了。我们呢让兄弟部队为我们准备了简单的午餐。嗯，干嘛呢？有什么问题吗？吃饭时间20分钟，两个要求。第一，能吃多少你就拿多少，能拿多少你就吃多少。第二，吃饭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回答是。是。立正，讲坐针，打饭。干嘛呢？啊！这东西我吃不了。别人都能吃，怎么就你吃不了啊？别人都吃不代表别人愿意吃，别人喜欢吃。你给我捡起来。我不。我让你捡起来。我说我不。你再说一个试试，干嘛？你还想打我？不，首长，我吃，我饭量大，你给我放下。哎呀，首长，他这人就这样，一个馒头。我让你放下，谁拿了谁吃，啊？哦，行。啊！又是你们川东大学的出来冒泡，怎么了？哎，别的大学的人怎么没有这么多问题？就你们事儿多是吧？来，我问问你啊，吃一个馒头加榨菜，让你很没有面子，很没有尊严吗？我不喜欢吃，行了吧？不喜欢吃你也给我吃了，因为我说了，能吃多少拿多少，能拿多少你就吃多少。我呢，当你是新兵，不懂规矩。你把他手里的馒头给我吃了，这件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不然的话，不然你会怎么样？看来我对部队的期望值过高了。真要是我们到了部队，上级跟下级这么说话，我宁愿不当这个兵。莫，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我不管你当不当这个兵，此时此刻你就在部队，你就是一个兵，上级不可以跟你这么说话吗？你要为一个馒头和榨菜挑战上级的底线吗？挑战你底线是吧？喂，我挑战你底线，怎么了？多少钱我赔你？这馒头是粮食，你给我捡起来。我说我不。哎呀，捡起来！
坚持了，我就不坚持了，我坚持了，我坚持了，你们不坚持了，啊，这是粮食。连长，大将，连长，别拦住我，别拦住我，连长，连长，刚才没，首长，不就是一个馒头吗？不至于。上车，出发。不仗义啊！我咋了？你说你来小学支教，也不告诉一声，搞得神神秘秘的。要不是我们连把鹅丢了，还找不到你呢。我们那只也丢了，还不上你们了。真的，我们那只是我们连的连宠，还是我们学校的校宠呢。这么巧，哎呀，哎，你们那儿有多少孩子？都在屋里睡着呢，这么少啊？唉，要么没爸，要么没妈，要么父母常年在外工作。我也是来了以后啊，才知道我们有多幸福。哦，对了，你这两年在这支教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虽然环境艰苦了一些。但好在孩子们都特别可爱，还有我们的赵校长和他女儿崔小璇都对我特别好。哎，校长姓赵，他女儿为什么姓崔啊？其实小璇的父亲是赵校长的战友，当年山东搞爆破没出来，所以啊，赵校长就留了小璇。小璇一手被赵校长带大。他们父女关系特别好。这老赵对小璇还真的挺好的。哦，对了，你知道夏卓被评反了吗？知道，还拿奖金了呢。哇，还拿了好多奖金。哎呀，还说送我把琴，到现在都没给我，特别抠。还是那么抠。哎，那现在你们现在怎么样啊？在军营里过的习惯吗？刚开始来的时候吧，不习惯，每天要早起，晚上还要早睡，还得把手机收上去，搞得我都不能玩游戏了。现在呢，习惯多了，每天出任务，还有集训。哎，我现在还挺喜欢部队的。你们那个导弹吓不吓人啊？我们导弹可可爱了。真的假的？真的。你用过吗？我还发军事机密，不能跟你说。啊！哎，这么小气啊！哎呀，不能说，不能说。
班长，基本上核对完了，你看一下。刚刚完了，这个数字也是有变化。这个，对，这个你看了吧？我看那个。下属，王文俊，你们班长喊你，